装，举头望明月。我叫郭德纲。人来了不少，感谢大家的光临。每逢高五周六晚上啊，咱们这儿说单口相声。周六周日下午呢，说是对口，单的不好说。怎么呢？俩人啊，互相有个帮助。你说我，我说你，开个玩笑。这一个人这么说呀，总不能自己糟践自己啊。你倒别笑。所以说呢，这个单口啊，愿意说的人也越来越少。单口相声是古代的传说比较多，唐宋元明清，历朝历代的故事。其实呢，现在很多事情啊，要搁到节目里边，也是非常有意思。前几天呢，出去办事儿，回来晚了，怎么办呢？车还坏了，坐地铁吧。这次地铁坐着的，终生难忘，太惊险了，太恐怖了。几点呢？夜里十点来钟，没什么人了，坐在地铁上，车一停呢，上了一个人，就这个儿，得有一米八往上，四方大脸，络腮胡子，敞着怀，一巴掌宽的布心帽，拧着眉瞪着眼，穿衣服很烂。头发都立着，一脸的丝泥，斜挎着一包，神色紧张。一上地铁，这牙眼瞅着瘸了，也没什么人，就两三个人。这边坐着一人呢，穿一身运动衣，也是大高个，很壮。这边呢，坐着一个军人，坐在这儿冲我儿，他左右看了看。直接就奔我来了，怎么回事？吓我一跳啊！赶紧往后退，到跟前冲我乐。我问你点事儿，什么事儿？前些日子朝阳区那边儿有一杀人的事儿，你知道谁干的？我不知道。通县那儿有一个灭门惨案，你知道谁干的？甭说了，最近有一个斧头帮到处砍人的事儿，你应该知道吧？说着话，这手奔包去，吓坏了。我说我都不知道，真不知道。既然不知道，你来份法制晚报。气死我了！太坑人了，别人可能不注意，但这个事儿呢，我们就注意，放在舞台上就是表演节目。今天说的这故事呢，离着大家很近，家里有老人的，你可以问一下，明朝的初年，啊，老人记不住了。你得找那活的这是。明朝啊，是明太祖朱元璋建立了这个朝廷。在这个建立明朝之后啊，百姓们呢算是稍微的喘了口气儿，能过上这个马放南山、刀枪入库的太平日子。当然了，天下永远是贫富不均，有人呐，吃得饱睡得着，有的人家里就没钱，就穷。咱们今天说这主呢，就从江西省吉水县有一家人住着，老两口子姓谢，哪个谢呢？就是解放的解，搁在姓儿里边姓谢，五十来岁了，谢老头，谢老太，老两口子是磨豆腐为生，也不挣钱。你想啊，
指着磨豆腐发家致富的困，只是落一个糊口而已。老两口子还没孩子，老太太、老爷子一天到晚因为这个总抬杠拌嘴的。老头说：“你看，你就得，那姑娘小子，你好歹养活一位。”老太太说：“那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儿啊，总因为这个矫情。”这天呢，大年三十，家家户户团圆。老谢家里边呢，早就把这个菜准备好了，炖豆腐、焖豆腐、炒豆腐、炸豆腐、豆腐丝、豆腐块、豆腐条、豆腐片。怎么呢？他没有别的吃的，就是豆腐，家里也行。老两口子坐着吃，啊，一人举一块豆腐干，就得炸豆腐吃。吃完了，快吃。老太太说：“这叫什么玩意儿啊？这日子过得怎么那么惨？要说家里有孩子也行，在跟前蹦蹦跳跳的，咱俩每天这么辛苦，啊，现如今连个孩子都没有，这日子过有什么劲呢？”老谢说：“你别这么说呀，啊，年纪了是不是？那咱们得热闹热闹。”一回身呢，门后拽着一东西，一个大树根子。上半年放大水，不知道从哪儿啊冲过来一大树根子，一百斤沉，挺大，晒那么一夏天呢、啊，又拿风刮了一冬天，很干。老太太说：“这是干什么呀？这是啊，你不管啊，放火把它烧了，暖和暖和吧。”这是点火就烧，一会儿功夫烧完之后，这大木头根子冒香气儿，怎么呢？这是个檀香木根，呼，整个烧着了之后，这股香味儿直冲九天，顺着天往上走，走来走去，这香味儿到哪儿了？到了凌霄宝殿了。年三十，玉皇大帝呀、啊，也过年，王母娘娘那儿煮饺子，玉帝坐在门口那儿正包蒜。喝香这是啊，哎，娘娘什么馅儿啊，怎么这么香啊，韭菜的，韭菜怎么这么香啊，不是不是，你再看看吧。你站起来看了看哪儿啊，又打下界直冲霄汉，一股香烟提出一闻，喝这个香啊，这有意思，这个啊，太白金星，太白金星，喊了几嗓子，太白金星跑过来了，怎么着呢？什么事儿啊？我这正要下锅煮呢，你喊我，你查着去，查着去。刚才提鼻子一闻，齁香齁香。普天下老百姓年三十的时候都懂得这个，全神下界祭奠苍天，这是谁家？这叫烧多少股香啊？啊，一股两股的不能这么香，查着吧。太白金星站在南天门这儿往下看，一瞧江西吉水有一家有一家老戏站着烧香，呵，太虔诚了，他表现很好，这个啊。跟玉帝说：“这是江西吉水县磨豆腐老戏老两口子年三十啊烧香敬神，可是对您莫大尊敬。”玉帝很高兴：“我说的嘛，是吧？”好啊，这老两口子很不错呀，啊，问问他有什么要求没有吗？看看咱们能满足他们什么呀？是吧，我瞧见他，我瞧见去，站在那儿看，一瞧啊，老两口子要孩子，太白金星一说这个，玉帝就乐了，乐不行啊，说没问题，没问题，说咱们能满足啊，要孩子好啊，得给宅一好的啊，看天上哪家星君，思凡下界找他去，哎，要不这样，金星。你来一趟，你来一趟怎么样？不行，我那还等着煮饺子呢。万一我媳妇不乐意，是吧？您看看别人吧，都不在就放假了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办呢？这正琢磨着呢，有打旁边寿星老来了。大伙知道啊，南极仙翁这大脑门长寿星啊，寿星老，慌窜父老四子来了。玉帝，玉帝，那个有点事儿。怎么了，寿星？有事儿？哎，那个，你有榔头跟钉子吗？有纸啊？啊，你要那干嘛？我那个什么，养鹿的那栏杆
坏了，我说修理修理，没钉子啊，榔头也找不着了，你给我吧。啊、哦，不能借你，我上回借你一把了，一直都没还，怎么回事？嗨、哎，我也不知道，那梅花鹿这两天不知怎么回事，他拿嘴呀、啊、啃那栏杆，把栏杆啃坏了。嗨，走心了，我怎么说你？你天天骑车不要钱，你得喂他。不是，玉帝啊，我们这事儿不对。我这路这些日子不爱待着，我琢磨他是不是打算私盘下界呀？哎呀，我派白金过来，对，好，太好了。我这回能接着回家煮饺子，就是他。刚才我跟玉帝我们爷俩商量这事儿啊，这个下界，江西吉水县磨豆腐老谢家里边缺一孩子，这么着吧，既然你这个仙路。打算下界让他去啊，给老谢当儿子啊，这那我这些日子我习什么呀？不要紧的，天上方一日，世上几千年呐，你让他这走一段时间，你这样打他走开始到他回来，你这些日子你保修好不好？我也甭上那个凌霄宝殿，什么事都不安排你，你跟家歇歇日子好吗？哎，那行，那我听您的吧。少卿老转身回去安排这条梅花鹿下饭，跟这鹿一说，你这回行了，你多吃得喝了啊，下界吧。玉帝说了，江西吉水县磨豆腐老谢缺一儿子，你去吧，你给他当儿子去吧啊。天禄说，我没别的意思呀，我没有私烦的，我就是饿呀。我们这么大岁数，您怎么这么小心眼啊？因为这个你赶我走啊？不是，这也不是我的意思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太太心胸，你知道吗？他那人不是性，你知道吗？他老子有冤报冤，有仇报仇，你别恨我啊！时辰差不多了，该走了。那我走什么时候回来呢？你瞧这个，少卿老一伸手，拿出一根香来，把这香插在宝顶香炉之内，打着火把它点着了。瞧见了吗？这香开始啊，这就点着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下凡，什么时候这根香要烧完了，这是你回来的时候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咱们回头再见吧。哎，好，回见。梅花鹿来到南天门这儿，四大金刚瞧见了，好，这好啊，这个，来吧，咱们帮地板吧。四人过来，噼里啪嚓把鹿捆上啊，咱们是烤着呀。梅花鹿下凡，不是，不是，我是下凡，我下凡。我以为是年三十发炮了，来吧，顺着南天门把这褥子扔下去了。老谢两口子正要吃豆腐呢，老太太觉得肚子疼，哎呀，了不起了，了不起了，这肚子里有鸡叫就哄我。一会儿功夫，一大胖小子是呱呱坠地，老谢乐也坏了，没想到啊，求什么有什么，打今天开始我也有儿子了。街坊邻居都过来劝，这回行了。以后您这孩子以后啊，改换门庭，富贵荣华全指着他了。给孩子起个名吧，村里边找这么一个有学问的老师。老师说这样，我愿意这孩子以后好。以后他要是好了，那你们家就不是磨豆腐的了，你们家以后啊就是晋身之家啊。这样吧，他叫谢晋，大号叫大身，谢晋谢大身。老头想了想。我谢了晋啊，啊，你明儿说怎么样啊？你弄完了，你也不懂的，就叫谢晋吧。打这儿起，天下多了一个大才子，叫谢晋。打小就很聪明，过目不忘。很小的时候呢，就爱念个书啊，啊，那识个字啊。村子里这些个老师们有学问的，还都爱教他。十二三岁，这谢晋满腹经纶，名声在外，谁就知道有一个神童。名叫谢晋，十八岁那年，有一天呢，县衙门来人了，班头来了，你叫谢晋呐？啊，我叫谢晋，县里也找你有事儿啊，赶紧跟我走。家里都吓坏了，说这孩子没惹祸呀，县里也找他干嘛呀？去吧，跟着差人来到县衙门，县官很客气，啊，你就是那个神童谢晋谢大身呐。不敢，草民参见老父母，呵，
十七八岁的孩子，彬彬有礼，说话很懂规矩。县官高兴，来，你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我找你来啊，有事儿。我问你，会做地联吗？我学过啊，我会做。好，对对对啊，不容易，这里有讲究。讲究是天地地俱丰，大陆地长空，雷雨不蒙蒙，山花不海树，世事与苍穹。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啊！这我知道，我背过这个啊。您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我出的题呀，在一个对联里边要说出一百个古人名来，上联下联合一块里边要包含着一百个古人名。跟你说啊，这个。我想了很久，我没想起来，啊，我原来我想过，我上联写挺好，啊，孔子、孟子、牛、尹子谦、岳云、岳飞啊，你想，后来想的不好，啊，上联二十五人，下联七十五人，不像话。后来我想了想，他们都说你是神童，那么你给我对一下吧，是，老父母，我给您对，云台二十八将，孔门七。县官一听，呵，好啊，你这个，他太好了。怎么呢？云台二十八将，汉光武手下二十八员大将，人称是二十八宿，也就是天上的二十八系机关。云台二十八将，孔门七十二贤，孔圣人教了七十二个徒弟，啊，每个都是云字儿啊。一百个，县官站起来一躬到地。哎呀，大太子，我得谢谢你，你救了我了。谢谢您，明白。县子爷，此话从何说起？我怎么救了您呢？哎，此事说来话长。怎么回事？在大明朝的东边，一衣带水，海边有一个国家叫窝巴国。窝巴国呢，这个地儿不大，挪到这边走，挪到那边去了，二十来分钟。军队呢有四个人，这国王啊贪婪，没事的时候总琢磨怎么能够扩充疆土啊，侵略别的国家呀、啊。五个人要走来，可是大明朝比他们很不错。想当初大明平定天下、划分疆域的时候。也派出了使臣前去安抚这些个臣属的小国，使臣就来到这儿了，啊，一瞧这个国家的变化不大，不要紧的，以后啊，年年进贡，岁岁称臣，有什么事儿，大明朝承担，我们管你啊，这不皇上给你们送粮食来了吗？当然你们国家人少啊，吃不了太多，给把那口袋粮食给背过来，给一口袋，皇上很高兴，入库啊，入库。当天呢，晚上举办一个盛大的宴会，宴请大明的使臣。大明使臣来的时候呢，还随身带着一个演艺工作队。我大明带着这些个唱戏的、唱小曲的都去了。啊，晚上呢，让他们看一看天朝大国的文化。台也搭好了，皇上跟使臣这儿一坐，使臣很客气，别看他国小，他也是个国王。拿过席单来啊，来吧，你看看这个席单啊，咱们先看什么呀？让他点戏，啊，他接过来了，这个是什么东西的干部？这是席单，哦，那就先唱席单好了。你说一听这不像人话，嗨、哎，胡闹，那就胡唱胡闹吧。这么一个皇上，所以说后来呢，使臣跟这待了几天。实在没法待，你跟他说话都听不懂。走吧，走的时候，皇上后边还送，一直送到海边，把家里带一些东西又往船上装的时候，无意中掉一篮过来。使臣来的时候怕吃不惯，因为这地儿人不吃这个熟的东西，也不会起火。海底捞捞鱼上来，啪啪炖点鱼片，打了就吃了。来的时候带着些个吃的，走的时候呢，吃不了就捎回去。没留神掉一南瓜下来，嚯、哦！这南瓜一下来之后，这位窝瓜国的国王可乐坏了。哎，这个你干，这个你干，弄起来了。回去他们研究，
这是干嘛使的呀？没见过这东西，有什么用处呢？这宰相就说了啊，宰相说我看这个他们来的时候，那些人都是一个那个高头大马啊，估计这是马上弹啊，给我乐的，这好，这个咱们铺吧，就搭出来吧啊，还特意搁到皇宫里，搁到皇上睡觉那榻上，皇上趴在上面，这宰相这多长时间？中国人讲究什么七七四十九，六六三十六，估计得这日子。皇上说：“那就九九八十一好了。”趴上了，到八十天呢，这男的就露摊了，不坏，光很自由。哎呀，这手指干的都不行啊，扔了吧。大臣们，四个军队啊，抱着南瓜往外走，咣往那后奔着，你这跟着流眼泪，可惜。这一扔啊，扔到旁边草堆里边了，草堆里边噌出起野兔，跑得正快，当当当当，转眼都没了。皇上抡圆了，给宰相一大巴掌，耽误事儿啊！你差一天不让出了，这么小就跑这么快，长大了得跑多快？这么一个国家，很可笑，很可耻。没想到今年他们来到大明，跟皇上下战表，怎么呢？总觉得自己国家小，打算侵犯别的国家，但是呢，还得有个借茬啊，有一个什么话题啊。这么着，派出他们国家的使臣啊，带着他们国家所有军队，这五个人呢就来了，来了金殿上，皇上一瞧，怎么着？你说倭瓜国派使臣来了，进来吧。几人进来了，往里一走啊，大明皇上心里不落忍，嗨，怎么能让人跪着进来？使臣很不高兴，我们还垫着脚呢。来到文书案前，把这事一说，我们冲到底啊！一个对联里边要有一百个古人名，天朝大国，倘若有人能对上来，年近过岁岁登臣；倘若对不上来，我们要大举侵犯啊！那我就不对。皇上差点没气哭了，后边这字更活着。你记住，你全国的人都在北京啊，看厕所都不够。这么着，皇上命令满朝文武征集对联，谁写上来了，官封三级，赏黄金百两。哎呦，群臣们写了不少，可是皇上都不满意。怎么呢？天朝大国，出一副对联让你瞧，得瞧不好嘞。这么着，州城府县所有的这个地方官员遍访天下才子，没想到吉水县县太爷又打这个大才子谢晋这儿得到这副对联。哎呀，县太爷乐坏了，太好了啊！万没想到在我这儿出这么一个高人，就把对联写下来之后送到了北京。皇上一瞧啊，哼，好，真不错，字儿也好，词儿也好啊，一瞧这用笔啊，点点如钩，撇撇似毫，真是凤龙飞铁画银钩一般，心里很高兴，就把这黄金百两送到了吉水县。县官很高兴啊，就替着谢晋呢把钱存起来了。皇上看了看这一次全国搜集上来的对联不少，当然了，水平有高有低，不用人说，我大明朝藏龙卧虎，能人太多了。这么着吧，开了文考选，小于天下念书的人都进京赶考。在那个年代啊，念书的人只有通过科考当了官才能够步入仕途，只一沾半天下可就传到了吉水县。谢晋也得到消息了，哦，皇上开科举士，这么说我们能去求取功名了，去吧。在家里边辞别了父母，归着好的东西是直奔北京城。到北京的时候啊，正好是三四月份，北京城过去有这么句话，臭沟开举子来，什么意思呢？每年三四月份是北京城掏地沟的时间，地下水的水道非得这会儿冲暖挖开了，故人下去了都冲开了，挖的遍处都是沟。但是这会儿在北京也是最难闻一个季节，整个北京城下水道全翻开了，所以这会儿北京过去这些个大的药铺都施舍一瓶药，
啊，蚊子呀，堵鼻子的，或者喝完了去鹅胃的，哎，都在这个时候积善做好事。可是后来呢，有这些个大臣们对挖这地沟啊，也不是禁止。比如说，按规矩说啊，这沟一挑开了，都挖完了，到最后啊，得有一个官过来负责检查一下，说到底这沟挖好没挖好？怎么办呢？就站在沟这边，大人等着。这儿呢，有一个小工，红大人的面跳地沟里边，从地沟里边往那边跑。他一下去，大人上了轿，抬着他奔沟的那头，在沟里边等着。一会儿工夫从里边钻上来了，大人得看看身上有泥没有啊，抬脚，脚底下有泥没有啊，都看完了，行，这算通过了。但是呢，贪官污吏到处都是，这些个官啊，就把挖沟的钱都省了，这一趟沟就把一头一尾挖干净，当面不动。怎么呢？看官往这一站，这小红夹击跳进去了，大人很高兴，上轿吧。他上轿走了，小红从这儿又出来，他们有一匹马等着他呢。比大人那可快，直接奔那边下了马，钻沟里去。大人来了，他从底下上来，抬轿子的都是一伙，抬着大人呢，不直接过来啊，得兜俩小时从别处再过来呢。所以说这个时节，整治北京城特好的季节。海瑞来了之后，住店呢还住不起，身上带着钱不够，怎么办呢？哎，找了一家豆腐店，不错，一家三口啊，张老爷子、张老太太，还有姑娘叫玉凤，三口人开一豆腐店，每天呢磨个豆腐啊，卖个豆浆什么的。后边呢有这么两间闲房。啊，谢金一看这挺好，干脆呀，我就住这儿吧。跟这个张老爷子一说，一天要多少钱呢？我啊是个赶考的书生，我也不能吵您，平时没事呢，还能帮您呢磨豆浆啊，干点活什么的。房东说那行啊，啊，那个您要是住就住吧，有富裕钱就给点，没有就拉倒啊。您要是不嫌牲口闹得慌呢，您就随便吧。这么着，就住在后边了。每天早晨很早起来坐着念书，老头站门口盯着，这是我，我是没有儿子，我有儿子，爷爷让他跟这位谢公子似的，天天这么念书，听着心里就痛快。这天，谢晋跟在屋里边正念书呢，就听外边乱了套，人声嘈杂，吵起来了，放下书本，转身出来，一瞧啊，这店门口站着一人。三十来岁年纪，撇着大嘴，要没有耳朵挡着，这只能咧到后边去啊！斗鸡眉，虎口眼儿，西边朝上，八边朝下，小狗油胡，长得寒碜，小薄片子腿，穿得很讲究，往这一站，斜着肩膀，听明白了吗？啊，张老头儿，张老爷子眼泪都下来了。哎呀，您别这样啊！你说我们这小门小户哪受得了啊？哈、啊，您高抬贵手吧。这是谁呀、啊？啊，这时候可了不起了。当时啊，在朝里边有一位权臣，姓杨，叫杨金山，他是当朝的阁老，皇上宠爱。杨阁老家里边有一位一品的大管家。那么说，管家也有品吗？那过去来说，宰相好见，这个门官难当，何况这时候是个大管家，真是相当于一品的宰相。啊，奴随入姓，也姓杨。叫什么呢？叫下水啊！小德管叫杨麻子，这小子叫坏。有一天打这过，瞧见张老爷子这姑娘长得漂亮，如花似玉，一眼就瞧上了。结果呢，进门喝碗豆浆，给扔了十两银子。当时呢，老头没在意，你哪能这样呢？啊，这个钱我们不能要给您们，哎，你拿着花吧，小买卖不容易。当时把钱扔这儿，转身就走了。没想到今天来要饭来，那天你找我借了十两银子啊，加上利息翻来滚去，今天你得给我一万两，咱们算了了，我也不多找你要钱。老头哭了啊，还不多要钱呢？这哪是驴打滚，这是驴长借，这是我还不了，还不了，没事，把你姑娘给我也是个办法，那哪能答应啊？三说五说，家庭起来了。谢晋牛打领出了一听，怎么着？有人想来讹诈，走到近前拿手一指，我说你干嘛的？啊！杨杂碎一听，
什么人敢这样跟我说话？你不扫听扫听，北京城谁不知道杨杂碎？不是杨下水啊？心里一听这是一回事啊？哎，我说下水啊？你怎么这么了不起？那当然了，北京城杨下水那是二号皇上，你就没问问我吗？啊，这我来的时间短，杨下水不太了解。我知道北京城很有名的是卤煮啊。别废话，你少跟着掺和啊！告诉你，躲开了。今天张老头这姑娘跟我走，还个罢了，我来放火，我烧她。太狂了啊！谢晋呢，是嫉恶如仇的人。我说，这是天子脚下，皇王所在地方。你这么说话，难道说就不怕报应吗？报应？哪有报应？你把报应喊给我瞧瞧。不，好。你叫三声，报应就来了。我还真不怕这个。报应在哪儿？报应在哪儿？报应在哪儿？刚喊了三声，谢晋把拳头举起来，报应在这儿。别啊！你别叫谢晋成天念书的，在家的时候啊，竟帮了他父亲干活了。啊，有时没事啊，给他烧水呀、磨豆腐啊，呵，力气大着，啪一巴掌打过去，杨大嘴转了一圈，嚯嚯。牙都谁的？后槽牙打掉了仨。呵，好啊！你是干嘛的？你这么大能耐，你敢打我？你敢打杨下水？告诉你，我乃是江西的举子，我姓谢，我叫谢晋。今天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我在这等着你。小子，有种的你冲我说，好一点了吧的？转身就跑。怎么了？你琢磨我打我？我找人帮忙吧，到哪儿呢？本县衙门，宛平县县衙门，这是北京第一县。来到这儿一瞧，我跟谁说呢？哎，一眼瞧见了，衙门口那大班头张三，跟门口站着。老三儿，老三儿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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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哟，这不是杨大管家吗？您这是从哪儿来？别废话，别废话，我跟你说啊。哎，你们县太爷在了吗？县太爷在里边呢。我告诉你啊，哎，你们出几个人啊，跟我去捆人家，知道吗？让你们捆就捆，让你们打就打。您跟谁这啊？你别管，知道吗？就跟你们老爷叫出来。哎，您稍等一会儿，转身进去了。禀报知县大人郝玉云，郝大人是个清官的，一听他来了，心里恨。怎么呢？杨阁老在朝中为非作歹，手底下这些人是如狼似虎，百姓们见他们恨得牙根痒痒。可今天他来了，你还不能不见，赶紧迎出来，吩咐一声，书房待茶。大人坐在这边，杨杂碎坐在这边，盘着二郎腿，端起杯子一喝水，滋儿吧啦一响。大人正恨呢，您什么事儿？嗨，我告诉你啊，豆腐店来江湖大盗，知道吗？这主上北京闹事来了，打算火烧新郎店，知道吧？现在我发现这人了啊，你赶紧派人去把他弄起来，手工一线，事儿办好了，我提拔提拔你，就别当这七品县官了。好、哦，尊管要提拔我呀，但不知把我提拔到哪一线呢？你就上我那儿当门房就行了，知道吗？那花还大大，你知道吗？大人气的，我是两膀子底子呀，从小念书，现如今一个狗奴才来支持我，可是他说话还不能不听。哎，好吧，您稍等吧。张三呐，张三进来了，老爷，去，杨管家说了，北京城来江洋大盗，啊，外边喊要火烧金銮殿，你去吧，带人去吧。老爷，打外边来土匪火烧金銮殿，还满处喊。这我逮得了吗？还琢磨，跟北京满处那么喊的，那脑子都毛，你知道吗？去吧，你一人就办了，快去吧，快去吧。张三出去了，拐弯抹角了，来了豆腐店。一进门，张老头心说：“坏了，衙门口来人喽，赶紧过来。”张半道，张半道，哎，没了，怎么回事？嗨，这不嘛，杨杂碎坑我，如此搬，这么搬如此啊！您瞧这事儿，您得帮我呀。哦，这么回事。那个，我听说你是来江洋大盗，要火烧金銮殿，死亡杀价，啊啊！老头吓坏了，他胡说八道啊，没有的事儿吗？他刚才明明是人家那位谢晋
谢君子帮我呢，我请出来，功夫不大，谢君出来。啊，您是衙门口的参谋啊？我就是那个赶考的君子。不错，是我打的那个恶奴，有事儿我跟您走，来吧，您锁上我吧。哥，你瞧，我带案这么些年了，一般来说都是主动送上来的，没有。这么一说，你肯定是好人。你叫谢晋，你跟我走吧。话音刚落，老头过来了。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，你他不是，我是谢晋啊！你把我弄走，我是他亲大爷，我们爷俩都叫谢晋。张三心说句：“你家一听就瞎话，知道吗？连名都不会起，爷俩火着用一个名字。”这样吧，别的你别争了，这事儿我估计闹到哪儿去，让他跟我先走。不成，我得跟着他们一块儿。那走吧，走吧，一块儿奔县衙门可就来了。在屋里边啊，大人跟这位杨大师聊了一会儿，心里恨的，他满嘴的胡说八道。我能跟你坐一块儿说话吗？啊，我告别，我这不舒服，我得去厕所。大人出去，他自个儿单独坐着。一会儿功夫，张三进来了，哎。哎杂爷，咱不逗啊，咱不逗啊！你想跟我逗是吧？不是，心疼。按您说的，我把那个火烧金銮殿的那个江洋大盗带来了，一看就像。你看，我说什么来着？他打算刺王杀驾，谋朝篡位。这人弄来了，弄来了，您有什么吩咐吗？哪有什么吩咐？待会儿一上堂，我让你打就打，一棍子打出脑浆子来，我赏你，知道吗？您说呀、啊，今儿这我真做不到。怎么呢？不知道我这手没劲啊！早晨起来，我丈母娘死了。丈母娘死了，我媳妇一着急，扑腾坐地上，我腿就摔折了。啊！我小舅子一搀他，胳膊错玩去。但是我这怎么弄？哎，这事儿闹的，不是您这我丈母娘死了，这真事儿。那、啊、得，我给你五两银子啊，给你丈母娘买棺材。我谢谢您，谢谢您。手还是没劲儿，我媳妇坐地上腿摔坏了，我再给你姑娘，来啊！哎呀，我小舅子那胳膊呀！啊，行，再给你姑娘，我小舅子那胳膊，不给你姑娘吗？俩小舅子，咬死你们啊！就到这儿了，就啊，再有多少人都不管了。好，我谢谢您，钱二十两银子我得着了，我不能白要您的钱。钱财与人消灾啊！这个人呐都这样，没有说光走明道，有朝一日保齐。您要是没留神，错了窝，拐了巧，犯到我们手里呢，真上堂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好花交给您。哦，什么便宜给我呀？我会一个接骨头的秘方啊！哪天您的腿让人打折了，我给您接。姑娘，甩这姑娘，功夫不大，就听到堂鼓声响。宛平县知县好一人，官带七张转屏风入座，快放到三班衙役排班入列。大人一拍桌子，来，但愿被告。功夫不大，杨杂碎上来了。这边呢，谢晋也上来了，站在公堂之上。大老爷一瞧啊，嗨，一瞧这模样就是，怎么呢？一团的正气。你就是赶考的女子啊？是，生源谢晋谢大生。乃江西吉水县的人士，我这儿有府学发给的凭证，把这凭证掏出来。大人一瞧，没错，当地府学衙门发的这个录凭啊，证明这个学生是我们这儿。看完了递过去，我来问你啊，今天有人说你火烧金銮殿啊，刺王杀驾，谋朝篡位，你把这事说出来。谢金乐了，怎么来怎么去，把事一说，大人点点头。我知道是他坑人啊！你想这道理，谁想造反，住着豆腐店满处乱喊啊？这个可信程度实在是太低了。总管，他说的这个跟您说那个可是差之万里呀、啊，这两者不一样。嗨，我告诉你，你给我拉去了，你就听我的啊，把他摁场去，先打了三千板子，有什么事咱们回来再说啊！大人一听，气得直哆嗦呀。我是大明天子的官儿，我不是你杨府奴才的奴才，你说什么我就听什么。大人心里一团的火呀、啊，谢金乐了，老夫人，想您与我具有相同之处，
十年寒窗，阳根落透，铁砚磨穿，进京赶考，混了一个七品前程，不容易。尤其在北京做官，上边压制您大官太多了，可以说您呐、壮志难伸。今日里杨府的狗奴才在这公堂之上吆五喝六，难道说您岳父母官听任这奴才所言吗？大人一听有道理，哎呀，拉下去重打四十。真急了，真急了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好的人呐，自打到任以来没有一天舒服的，整个北京城谁都比他大，哪个府来的管家说骂一个就骂一个啊，所以说心里一直恨他们。今天有这么一个机会，得了，我喝出去了，拉下去打。张三呢，带这些差人过来，你想这事刚说完就给硬上了，拉着底下还没瘦着呢。哎，我爸，咱别逗啊，咱别逗啊！我刚才我还花了说，哎，不能瞎说啊，可不能瞎说。谁瞎说了？我还给你二十两呢。呵，你竟然敢行贿受贿啊！来打他！大伙举起巴掌来，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噼里啪啦，打的这小子吼喊怨叫。打完之后，拉上堂来，往那一扔，跪都跪不了了，这腿都快打折了。哎呦，我可脑不接了。呵，小官啊，小官，您胆儿可是忒大了啊！你竟然敢当堂打我，你记住了，打在我腿上，就如同打在杨阁老的脸上，你敬着我的吧。哎，轰着，有人过来架起来，往衙门口之外啪一扔，他怎么在叫轿子回府，搁在一边。老大人把谢晋留住了，让到后边书房聊一聊天，把事一说。尤其是学问方面，两人一聊啊，哎呦，好大人小大哥了不得，荆轲的状元非你莫属啊，真是个大才子。他们俩这聊得挺高兴，杨杂碎气坏了，回去之后恨得牙根痒痒，来到相府这儿，下了轿子往里走，几个人过来搀他，您怎么了？您这别废话了，来，他妈背进去吧，啊，回我那楼，还回他那楼啊？相府里边七进的院子，各种楼很多啊。小姐们住的呢，杏花楼啊；太太们住的呢，艳芳楼；跟这些文人墨客在一块呢，叫艳金楼；晚上喝酒呢，夜月楼啊，很热闹，很热闹。他在最后一套院子住，他这楼叫什么呢？自个儿想了半天，我了不起呀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除了我老相爷啊，就得是我了。对，我这叫。除了相爷，谁都怕我楼。大白人，谁都怕大楼。可是呢，在府里边呢，一说他这个呢，闹嘴。你是人家杏花楼在哪儿喝酒了？点名楼，好说。你是找哪儿找啊？除了相爷，谁都怕我楼。大伙儿都嫌麻烦，当时就去了几个字儿啊，管家在哪儿了？出我楼，叫出我楼。哎呀，回到自己的出我楼做事了。真生气呀、我没想到啊，在北京城啊，我是横着走道儿，今天让他打了我，不行，我得找我们相爷，找阁老说这事儿，求他给我报仇雪恨，让人扶着来到了书房。老相爷杨金山坐在这正看书呢，听外边喊回事一来，门帘一挑，两个人又打外边把这杨大嘴看进来，轻轻的放到地上，放到地上呢，站是站不住了，趴在地上。杨阁老一瞧，今儿怎么行这么大的礼啊？不是，那您说我站不起来了，怎么了？哎呦，你们俩出去，你们俩出去，这俩差人出去了，说吧，上哪儿惹祸了？我跟您说呀、我就活不了了，知道吗？我今天出去啊，我遇见一江洋大盗，我走的这个豆腐店门口啊，又打天上啊来大火球，火球里边蹦起江洋大盗来，啊，四方的脑袋啊，牙长了六层，七个眼珠子，知道吧？眉毛都立着，头发一根一根这样，呲着牙，攥着两口大刀，他打算火烧金銮殿啊。完事呢，我说那哪行去？你火烧金銮殿，那我不干了。我呢就我跟他打，没想到他吐火呀，倒烧我，知道吗？我左左右左没躲开，最后让他逮着我了。
逮着我之后呢，他拿绳子拴上我呀，他打我，把他一棍一棍打我。我说这个今天饶不了我，打在我的屁股上了，就跟打在你脸上是一样的啊。后来他还把我弄到县衙门去了，县衙门那官啊叫郝一人，他也说打得对啊，他还说了，他说这个往死里打我，打我就为了寒碜您。他们两个人打算谋朝篡位，他们俩说了啊，这个江洋大盗啊叫谢晋，他要当皇上，他要当了皇上呢，让这宛平县知县呢当娘娘，是吗？他们两个人闭嘴。胡说八道，明白是？这我这都是真的，还说大话你啊？哪句是人话？我再不了解你，还偏着下一人啊？还谋朝篡位？谁想谋朝篡位？外边喊去！你看我喊我。真是岂有此理！奴才，说，老实说，从头讲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真有人欺负你了，老夫我给你做主，我给你解恨。你要胡说八道，我马上让他们弄出去啊！把你种个花园里边。我跟您说实话啊，我这个，我上豆腐店去了，我看上豆腐店那姑娘了，长得特别好看，然后她不给我，里边有一个在那儿住着的念书的叫谢晋，他打了我了，然后呢，我上衙门口闹去，是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，我这是实话，您给我报仇雪恨吧，说实话，怎么办呀？不了不起，吃晚饭的时候你再找我来，老夫给你做主。哎，我谢谢您。转身爬着就出去了。杨阁老想了一想，简单啊，在北京城杨杂碎也是人如自豪，没有难于他。五府六部八大朝臣九卿四相，谁见杨杂碎都是客客气气的。老夫我明白，冲着他是冲着我。北京城有人敢打他，这个人了不得。我这会儿啊，正打算谋朝篡位，我要是当了皇上，像这个人物谢晋，我给带上乌纱，穿上蟒袍，拉着老夫我的衣襟，上了金銮宝殿，这就是我的太平宰相，这是个人才啊！一个女子进了北京，第一有胆量，敢打地头族，打我的家奴；第二上了公堂，几句话能说的宛平知县，怒火中烧。打了杨达子，这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。如果说真是一个人才的话，我要把他笼络在我的羽翼之下。老头坐着想，杨达子呢，回屋也想，这回就行了。老相爷给我做主啊！晚上晚的回来，我借一把修脚刀啊，刀一刀我削去了，我解恨呢，我啊。我削去一块肉来，我就写上一个恨字，说明这个恨字我还不会写。我在他身上我写字，我恨他们，我等着吧，吃晚饭等我的。到吃晚饭的时候啊，喝两口汤，喝完让人搀着自己又来到书房这儿啊，一进门，相爷，阁老，我的亲爹，您快说怎么报仇雪恨呢？你不让我去一趟宛平县衙，哎，是您放心，我得弄，好好拿着老夫我的铁啊，大红的铁，你到那儿去啊，请这个女子过府饮宴，而且啊，你要站在大堂之上，面向宛平的百姓，你说啊，你呀、啊、回来之后被我骂了一顿，老夫我管教无方，你呢去给他赔礼道歉，哪怕三拜九叩磕头，也得把他请到我这来。啊，这是给他报仇，是给我报仇？挨打的是我，我知道是你啊，我知道是你。我告诉你，他打你，你要笑；他骂你，你要说谢谢。我死了得了，我还活的什么劲儿啊？我听老夫的话，哎呦，我怒了！你要不听我的，花匠，跟我去。我去，打这屋出来，自个儿纳闷儿，怎么了这是？我们老相爷吃错了药了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害我混蛋呢！
老相爷新纳了一个小妾，47房1挨着。啊，据说是江西人呢、啊，莫非说是吉水县的吗？那甭问呐，是谢金他姐姐呀、啊。哎呀，嗨，准是这么回事儿，要不然他不能打我呀。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嗨、哎，骂我骂的对呀，我得去，我得给谢金赔礼道歉，吩咐人外乡赐教，来代表晚明县一拜。按、啊、现在从这儿说，晚上6、7点钟，衙门口正热闹。哈、啊，白天呢，这两边没什么人，一到晚上，衙门口整灯，两边什么卖馄饨的、卖小吃的、卖水果的，人很多，两边都是人。他俩这儿来的，这会儿也好，差不多了啊，勉强能往前挪了走了。心说老相爷说了，让我站在大堂之上跟大伙说，得说老相爷骂我。甭问了，老相爷就是想露脸呐、啊，对，我得让他露脸。嗯，我怎么能让大伙都看我呢？哎，都看我，都看我呀！没人理他，有喝馄饨的，有吃饭的，有聊天的啊，谁瞧他呀？这怎么办呢？一回头，瞧见卖馄饨的，那低头给人煮馄饨，旁边馄饨挑上一摞碗，他过去把这一摞碗抱起来了，转身奔衙门口台阶，卖馄饨的一回头，哎，偷碗的，跑不追，追来追去，追到衙门口这儿，一把薅住了，小子，你好大胆子！不是你这张嘴，大哥，谁是大哥？我这岁数当你姑父都行。不，别闹，我有用，我有用啊！你放心，这碗我们还还你。啊，啪！往地一摔，碗全碎了，卖馄饨眼泪都下来了。哎呦，我要听听，这罗班得多少钱呢？哎呦，你坑死我了！别闹，姑父，别闹，别闹。各位在旁边看呐，一摔碗，大伙就都注意了。这怎么回事？都过来看！一瞧卖馄饨直擦眼泪儿，哎，这小子太坏了啊！要毁我的买卖！大伙儿别闹啊！都瞧着我，都瞧着我！这没事，这不是外人，就是我姑父啊！我几个姑父都给了他，你知道吧？我总姑父这是啊！为什么摔这碗呢？大伙儿又不认识我的，我跟大伙儿说一下，你都过来。人都围上了，你干嘛呢？啊，我是杨相府的大管家，我叫杨下水。哇，全走了。那谁不害怕？这名字耳朵里灌猛的，有认识有不认识，不认识居多呀。老百姓哪知道他是哪位？哦，真成他就是好吧？呼啦都全都走了。再瞧这坏了，呀，这白摔了啊！喂，哎，姑父。还有碗吗？啊！再瞧啊，卖馄饨直哆嗦。怎么呢？这是杨下水呀，杨杂碎。我说我是他姑父，我活得了吗？跟这儿直筛糠。姑父，姑父，姑父怎么直哆嗦呀？啊！我要了亲命啊！正着急呢，衙门里边这位班头张三出来了。哟，好得快呀、啊、你啊！哎，三爷，三爷。张三吓一跳，怎么这是？你要害人呐！平时没茬儿过，什么事儿呢？来来来，帮一忙，帮一忙，帮一忙！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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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帮一忙，我帮不了，我这打一天我打累，你知道吗？这是告诉你，有点事儿，我来给那位局主赔礼道歉。啊，我回去之后，我跟相爷说了，说我这儿就是不对了，他要求我来赔礼道歉，然后让我跟着自己骂自己。你看这我这都跑了。我说大爷，大爷啊，管家，大伙都怕你跟这儿待着，谁不瘆得慌？那不行，我得让他们过来。那只有一个办法，什么办法？把你捆上，把你捆上，人们才回来。好比说，你就是一只狼，一只老虎，只有上了绳子，人们知道咬不着了才能来。那你捆呐，你把我捆上。我丈母娘早就起了。媳妇儿啊，我弟怎么腿回来了？我小舅俩小舅对吗？我给你50两，你捆戒指是吧？天麻烦，天麻烦，说来了。接过银子来，拿绳子麻线托住花背，捆的这结实，捆好了啊，这行吧？这个，你让他们回来，你让他们回来。这玩意儿我说不得了，这样。我给您敲锣，您自个儿说行吗？哎，你傻猴儿怎么行啊？
转真机是不是啊？转真机去拿一锣，哐哐哐，老百姓远处一瞧就慌，羊插在腿上了，衙门口这班子跟着正敲锣呢，我这怎么回事？咱们都瞧瞧吧，呼啦呼呼过来了，哈，来来来来来，各位都瞧瞧，这叫羊杂子啊，羊相府大管家，他有话跟大伙说啊，哎，各位。这个我有事跟大伙说，我今天犯了一件混蛋的事儿啊，我不该呀、啊、跟这个赶考的举子谢晋啊，谢举子我不应该跟他对峙哈、啊、另外今天呢我强霸民女，这都是不应该做的事儿哈、啊、我回去一说相爷很生气，因为相爷最近呢又纳了小妾47房1太，这一太呀今年哈就漂亮18岁了哈，跟这胡说八道，人群里边呢，在人群最后边站着一老头，谁？阁老杨金山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因为自己知道官声不好，今天故意演这么一出戏，让大伙知道，看见了吗？家奴有错，我是绝不姑息啊！而且通过这个呢，要邀买人心，让谢晋知道，我是一个爱财的人。他这个意思呢，哎，这位杨杂子一来了，简单说几句，他好看一看谢晋到底有没有才。没想到杨杂子跟这胡说八道，把老头气得直哆嗦呀，心说我让你上这拜访我来了啊，可是又没结眼儿出来。那这会儿功夫，衙门里边知县大人郝玉仁，还有这位举子谢晋，两人走出来了，来台阶一瞧，这怎么回事呢？呵，把张三乐的。如此这么般这么般如此大话一说，谢晋点了点头，心说这个老贼呀，可以说呀太聪明了，这叫邀买人心。我说尊管呢，哎呀，贵客，咱们是亲戚啊，那47房的这个啊，那是我给弄来的，江西我估计跟您差不多啊，我冒昧问一句啊，您家里姐姐妹妹多吗啊？跟这胡说八道。你瞧这什么玩意儿，这是啊，说半天了没听清楚，刚要说话，人群外边这位杨阁老含笑一声，给谁听啊？给杨家子听，那意思你说两句正经的人话不就完了吗？他一听是真听出来了，哟，阁老来了，那我就把戏做足了。哎，这个举子啊，才子啊，哎，我跟您这么说啊，今天我来呀，我是有用处的啊，阁老大人十分欣赏你，打算让您呐上府里去啊，见见我们这47房太太，是吧？攀个亲啊，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，脚踏生意，远望生人，城墙高万丈，全靠朋友帮。阁老一听这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这是啊啊！您跟我们走吧，跟我们去吧。郝大人一转身看了看谢晋，心说老奸得下也要请你，你去不去？谢晋乐。我明白了，今天你回去呀、啊、跟阁老一说，阁老肯定骂你，是不是？是，您知道他啐了我一口，我们阁老这个家法大，管人管得很，天天晚上我们家狗都站着睡觉。没别的，您跟我走一趟吧。你住口吧，普天下谁不知道杨岐山身为权宦，可是对百姓们来说没有一丁点的慈悲之心呢，而且他五色言路，谁不知道他是一个大贪官？我进京求官，我求的是大明天子官，我求的不是你杨家的官，你明白吗？你也不明白，去吧，那47房1太的呀。老一听，我得出去了，我再不出去，不就胡说八道了？分开众人，迈步往前一走。这位谢先生，老夫有句话。不知当讲当讲哦，谢晋一瞧这个老头穿着打扮的气质，说话的意思，眼睛里的眼神的女正不同，心里不由自主的咯噔一下。好、哦，郝先生，有话您讲。谢先生，你是读书的，难道说你不懂10年读书，10年演戏吗？当朝的阁老，一朝的丞相。下大帖请你过府商议，我觉得很了不起，您不应该这样做呀，您应该到杨府去与阁老面谈一下，
现在杨阁老乃是朝中的托孤老臣了啊，他也称起是忠心耿耿啊。您怎么能这样刚愎自用呢？你没见过杨阁老，你怎么知道他是个奸臣呢？话一落呀，这位谢晋心里就明白了，甭问，你就是杨君臣。有人说这个好的人就不认识吗？那您怎么说？好的人别看是七品县官，第一上朝没他的份儿，不够身份，五品官以上才能上殿见君。他呢还差着两级，上不了金殿，见不了皇上，更见不了这个杨阁老。阁老府里边他也巴结不上，而且本身他也穷耿直，从来没去过，所以说他不认识杨阁老。站一边听他们对话，谢晋谢大深微微冷笑：“呵呵，你这苍然的匹夫，好手的老子呀！普天下谁不知道杨金山是个大大的贪官呢？啊，今天你站在这七尺法堂之下，口口声声替那老子申冤，诸位，你们说应该怎么办？”话音刚落，这些老百姓们呼啦一声全起来了，打他，偷他，呼啦朝全上来了。谢晋赶紧拦着：“哎，他年纪大了，不能打，不能打，也不能低啊！你们吓的。”在旁边把杨大夫吓坏了：“可饶你了，别打他，可别掐他，他是杨阁老。”百姓们恨坏了，掐着就杨阁老，呼，人全跑了。乱的功夫，张三保着大人，保着这位县君们，转身回本内堂。偌大的宛平县县衙，就剩俩人，一个在台阶上捆着，一个台阶底下躺着。然后下边还说呢：“哎，您受累了，您呐，你看我今天说的话，我不行了，宰了你！您别着急，这不怪我。”后边有跟着的小将过来之后，杨阁老抬上轿子，把绳子给杨大队松开，护送两人回了相府。打这儿出来之后，这位谢晋谢大深跟好的人两人可是非常的知心，好多话都说得非常的透彻，这叫什么呢？英雄爱好汉哈！两人呢、啊、一聊聊一聊，天亮之后呢，从这儿出来，从豆腐店接着睡觉。再说这位阁老杨金山，天山头下的谢学士，天上冷飕飕，地下冷秀秀，我下的是包子，没馅的窝头，尝吃一口。这是门口卖糖的人。接演长篇单口相声《谢学士赶考》。上文书咱们讲到了，这位谢晋呢，惹了祸了。怎么呢？在县衙门外怂恿百姓们掐了这个杨阁老。这个掐刑啊，是一个很厉害的刑法啊，那打呀、骂呀、踢呀都不一样。这东西在一疼啊，还往心里那么疼。所以说，老何回了府去之后，咬牙切齿的：“谢晋的谢，从今往后，你我二人就是冤家对头。”这个事儿没完，来人呐，把这个杨下水给我找来。功夫不大，杂碎进来了。大爷，您受累了，您啊，没想到您让人给掐了，别废话了啊！现如今呐，老夫有一条妙计，你赶紧呐去给我找一个草包庸才。草包庸才，干嘛用？他是这么想：谢晋到北京来赶考，不要紧，你的目的是想得一个功名，我让你得不了功名。哈，凭我的势力在朝中很简单，但是不愿意被别人抓住把柄，我找一个草包庸才，我让他也冒你的名字前去赶考，到时候呢就把他刷下来了。想得很好，所以说告诉杨下水，草包庸才赶紧去找。好嘞，回来之后杨杂子就琢磨：草包庸才，草包我知道，
任玩都不会。庸才是谁？嗯，什么叫庸才呢？哦，可能是有用的人才。我得找一高人。哪有高人呢？满处找去吧，这儿问那儿问，问了问去，有一个四海居啊，大饭店遇见这掌柜了。掌柜说：“您干嘛去？”啊，我今儿出去找一个草包庸才，就是有学问的人呐。掌柜一听这不是人说话呀，您到底是找庸才呀，还是找有学问的人？您看这两者不是一回事吗？掌柜说：“那我告诉您一位吧，我这儿有一位了不起的庸才，奇庸无比。”杂事很高兴，是吗？谁呀？这人呢，就住在北京西城，姓王，叫不通，再加行三，王不通，王三爷，可了不起的一个人物啊！有一回啊，我跟伙计们因为点钱的方面闹点别扭，伙计把我这一年的账全给我毁了，赶上王三爷在这儿，说你别着急，不要紧的。我曾经看过你的账本，我给你从头到尾再背一遍吧。人家当当当当当当，给我重写了一本。你说这是多大的能耐？杨杂碎一听，好啊，这是有用的人才呀、啊，正经的庸才这是啊，我得见见他。掌柜的说的是真的吗？掌柜的跟他开玩笑。这位王不通王三爷有个外号，自己给自个儿起的，天下第一才子。那了不得，自认自己是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，其实呢任门都不会。走到街上遇见人家跟人聊天，仁兄，我是天下第一大才子王思聪，你认识我吗？哈、啊、我前两天我在翰林院那儿，我瞧见一副对联，太好了，写的真是太好了啊。好、哦，人说写的什么呀？呵，我给你背背啊。哎，这个上联我是想不起来了，这个下联是什么什么春，反正、嗯、您琢磨琢磨这记性好不好？这么一说，穿上打扮是与众不同啊，头上戴这帽子，绛紫色，人生公子金，彩色的双飘带，正当中有一块无瑕的美玉，美玉边上一圈珍珠。这儿还绣着一个五彩的大蝴蝶，什么大味儿？身上穿的这褂子呢，是红绿色的，那叫纹身公子巾，上边红的，下边绿的，也不知跟哪儿配的这色儿，绣了一身蝴蝶呀，有八宝啊，各种昆虫啊，绣了一身大油麻油的，脚底穿了一双紫鞋。紫鞋上面呢有黑花，黑花上面还衬着一个五彩斑斓的五福捧寿，正当中还有一个红太阳花，手里拿着一把扇子，写了一首唐诗，李白的啊，写完了挺好，背了四年都没背下来。无论怎么样跟人说，你瞧我这个啊，李白写的，你看这纸多白呀、啊，就这么一个货，一天到晚有俩掏钱胡说八道，吃饱了撑的，一点正文都没有。没想到这位庸才被杨杂碎发现了，太好了，这是天下第一才子啊！我得找去，找去吧。来到家里边，啪啪啪一打门，门分左右，王大才子出来了，手里拿着这把扇子，啊，门外呼，何人呼？拍叫我的门门响的呼！杨杂碎一听，绝不人。说这我一句都没听懂，念书人讲究啊，知乎得矣啊，他这里边都有，太好了，赶紧跟他也拽两句吧。哦，人呼君呼，我乃杨杂碎呼，我来登门拜见呼。哦，一念情兮，一天兮，一兮，神经病的来的里屋，呼一瞧啊，就这屋子里边整个墙上挂了400多幅画，也不知哪儿淘回来的连字带画，挂的满墙都是啊。王大孩子还挺讲吧、你看这幅了吗？啊，这幅是西厢记，这是莺莺啊，莺莺旁边的这是他妈啊，这边站一公子，这是爸爸。
脸上不解释，杨大嘴说懵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可遇见高人了。现如今有这么一件事儿，我得麻烦你，你能不能去？啊，你说吧，什么事儿我去吧。这样的，老相爷让我找一类庸才，啊，这么遍了北京城，没有庸才，就是你是庸才。王大才很高兴，太对了。我奇庸无比啊，就是我最庸啊！你看用我干什么呀？啊，我有膀子力气，不是让你写东西，让我写东西，写什么呀？考场之内让你写东西，你想啊，有老相爷保着你，肯定啊，头名状元是你的。你这话说晚了，哈哈哈哈，我告诉你啊，以我的才华，拿个三五个状元不在话下，哈哈。我早就想去，可是每次呢到考场那儿都让人轰出来，是吧？这回行了，那我什么时候去呢？你甭管了，在家中你是静候佳音，等着吧。回头之后跟这位杨金山杨阁老一说，把事一说，点点头，心说行，这个庸才不好找啊，这个混蛋够翻级了，这个找人办了假的什么入场的文凭啊，准考的证件呢，这些东西在阁老来说不叫事儿。一直到考试的这天，派人呢就把王大才子送进了考场。考场里边单门安排两个人，一个人伺候谢晋，一个人伺候这位王大才子。伺候谢晋的呢，手里总提着一个小壶，壶里边装的是茶，茶里边可有药水。哈，准备用药茶药穿了谢晋，可是呢，谢晋不太清楚，每天喝两杯茶，头晕眼花，写东西写不下去。这边呢，单有一位伺候这位王大才子，提前呢跟主考官说了，这人了不得，阁老亲自派人送来了，你们要照顾一下。士官们也没人敢管他，他跟这里边一天到晚的，这个正穷逛了，人家都坐在屋里边，坐自己号房里边写东西。他一天到晚的呢，哎，出来这不瞧瞧那不瞧瞧，满处看，还跟人支嘴儿啊！大伙都纳闷，怎么考场里有这么一位啊？来逛街的。一直到明天，明天就该收卷了，一共是八天，最后一天了。跟着他这位沉不住气了，心说怎么了？阁老派这么一位来，连着八天，今天收卷，到现在一字没写。不是啊，今天该收卷了，你得写呀、啊。啊，是啊，来写吧，来吧，把纸铺上，把纸铺上，把纸弄好，研得了墨，垫饱了笔，写什么呀？啊，快说，你求字啊？没有，您是赶考来的，是吗？赶考？啊，对对，我是赶考啊、嗯。那怎么着？您得写卷子呀，写卷子。啊，行，来吧，写什么题呀、啊？来八天，您不是什么题呀、啊？天下有道，行，天下有道啊。我先写天啊，天，天，我已经来了八天了。第一天大吐，第二天这儿的伙食不好，随便叫个菜。第三天喝了一天酒，第四天闹肚子。第五天睡了一天，第六天想家，第七天和别人打起来了，今天是第八天，马上要回家了，我很高兴。第二个呢？第二个什么字儿？啊，这记性也太好了。第二个字是下，哦，下，下午就要交卷，把我累得难受，以后谁让我再来，谁就是我小舅。下边呢，一问一问呢，刚开始看他下笔刷刷点点，心说行，到底是念书人，一瞧写了这天呢，这就看着人哭了，胡说八道这是。第三个是有，好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有就多吃点，没有就少吃点。完，下边什么？下边是道，好，道。喝多了就得往外倒。我那天倒了一回，我昨天还倒一回，我明天估计还得倒。收卷，拿走吧。这是一个党哥，一个这边，这边把卷子交上去了。那边谢晋还没醒过来，喝了八天药茶，头昏眼花，
一个字儿没怎么写出来。哎呀，到这会儿大喇叭一吹，这考官们跟抢卷子似的，把卷子抢走了。有人呢就把考生都呼出来，王大才子回家吃饭去了。这位谢女子呢，回到酒店了。过了几天，发榜一瞧，心说完了，自己准知道我什么都没写呀、啊，可心里难过，不是滋味。有哪豆腐房这儿带着自己的东西，悄悄的就出来了，没脸见这位张老汉。那么他去哪儿了呢？咱们后来再说。单说这天晚上，知县好一人，坐在自己的书房之内批阅案卷。这两天呢，没瞧见谢逊，还挺想知道他进了号去写这个试卷，心说写完了应该来一趟，怎么没见着？哎，跟自己的夫人对面坐着，夫人呢跟这儿做活不能衣裳，大人跟这儿写东西，写着写着把笔撂下。哎，夫人想怎么了？夫君呐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啊，我想写信了。哈，你说认识时间有多长？你这几天没瞧见，还挺想的。哎呀，谢谢你呀、啊，谢谢你。你在哪儿了？正说着，窗户外边搭话：“我在这儿呢。”哎呦，兄弟，你来了！站起身来，往外就走，撩开帘子，这人出去。夫人坐在屋里没动，就听院子里边。紧跟着咕噜一声，怎么回事？一撩帘子，人出来了，拿手一指，刚想说贤弟在哪儿，手一举起来，唰，一把钢刀脖子那儿又斜下来了，把这两个手的手指砍掉了。哎呀，是砍这个手指，刚砍完了，这人一伸手，噗，把这玻璃薅住了，往外一来，手里刀。把人头割下来，人头发髻掖在腰上，垫了零腰，噌上了房了，在房顶上走，房顶上是两道黑影，前面这个是这位刺客怀里带着这个人头，后边还有一个黑影一直飙着他的下巴。屋里边夫人一听怎么回事，哎呦一声，紧跟着咣当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挑帘子出来一瞧，自己的丈夫倒在血泊之中，而且人头没了。他不哇就哭了，一下扑倒在地。夫君呐，夫君呐，我没想到为官一载，到最后你落了一个尸首不存呐！啊，这一哭不要紧，前面值班的兵丁衙役们全都听见了，大半路上半夜过来了。哎呦，老爷，就这怎么话说的？赶紧看看吧。大夫人出去找，没有。这儿怎么料理后事儿？屋顶之上，两道黑影是一前一后，前边就是这刺客，顺着房梁子当当当当当当当，这快呀！啊，就跟那壁虎在房门底下似的，没有这么灵巧。拐弯抹角，抹角拐弯，给人出现了。后边的黑影立在房檐之上，仔细看了看，找不着人，一隐身也不见了。刺客奔哪儿呢？奔相府。杨阁老这会儿啊，坐在自己书房之内，端着酒正喝着，旁边杨杂碎啊，喝一杯给倒一杯，等着呢。正等着呢，噔噔噔噔噔噔，脚声音一挑帘笼，进来一人，小爷，我回来了，事儿办好了，办好了，好，下水啊。小爷，来吧，花园吧。哎呦，几个人一前一后来到花园，花园有张小桌子，摆着酒菜，老金泽往这一坐，旁边站着这位杨下水。刺客来到前面，小爷，您验一验吧。拿着我瞧瞧。哎呦，这老贼平时啊杀人不眨眼，从来没有说验人头一说。今天为什么要看一看呢？因为他恨我，再挽留一下啊！我让你这些个渔民们把我连掐带拧，这五个活我得算在你的账上。大哥，瞧瞧，哎，把人头拿出来。哦，哼，死有余辜。下回啊，
相爷，你说这药怎么着？在这儿，您怎么着？一回身拿出一小瓶儿，啊，有这么大。相爷，这东西只要倒上去，没多的功夫，人头就化了一灰烬，大罗金仙也找他不得了。好，来吧，接过人头，右手掏出匕首来，从人这个眉心这儿，左一刀，右一刀，划了两道痕，等于在脸上刻出一个人字来。拧小瓶儿，药水倒到伤口上，紧跟着冒白烟，功夫不大呀，把这面皮全都烧没了，露出白骨头来了。可是再往下不化。老贼一瞧，哎，我说，你不是说能把整个人头化为灰烬吗？假药吧？化了，扫兴！嘿，站起身来，转身就走了。杨杂在旁边，人头，你这事儿闹的，你看，明明是真的。快！你想着把它砸碎了，都扔了啊！转身走了。刺客拿这个掖在后腰上，心说你走了，这酒太没用，我来一口，灌酒了，吞，这壶酒我全喝了。你别瞧这人这么大能耐，干酒就醉，喝这一杯，哎呀，当时头晕眼花，我就回家歇着去了。往前一走，腰里的人头咕噜掉了，他可没留神，自己就走了。转过天来，杨杂子一问，哎，那人头呢？机灵一下想起来了，不能说药啊，我把它砸碎了，我把它都埋好了，您放心啊。行，这事儿就算是过去了。那么人头哪儿去了呢？后文书自有交代。这位好知县被恶人相杀，死尸倒地，整个这个宛平县是大办丧事。张三呢，这些差人一个个哭得跟泪人似的。老爷在世的时候啊，疼人呐，从来没有说当官的撇着大嘴对这些差人们恶语相加，没有，拿我们当成自己的亲哥们一样。老爷死了啊，大伙儿哭，哭罢多时呢，得办这层白事儿。张三说：“我出去去买点白纸去吧，啊，回来给我们老爷烧点纸，祭奠祭奠。”走到大街上，有打对面来一人，谁呀？谢晋新大师。写信牛打豆腐店出来，住在哪儿了？青莲观，啊，一个老道住的地方。跟这儿呢，暂与身躯，平时没事呢，写点字啊，出去卖字儿去。今天呢，拿着字写好的，奔自己的摊儿去。对面瞧见张三了，哎，张三，哎呦，谢先生，你这穿孝是给谁穿呢？给我们老爷穿。老爷让人杀了，哈！啊了一声，手里的纸、笔、烟，啪，全扔地上，眼泪哗就下来。怎么回事？也不知道。那天晚上来一刺客，把老爷人头取走了。发现如今，这不是大办白事儿吗？谁想得到啊？两个人是抱头痛哭。我跟你说啊，你们老爷这事儿是必有责任所为。有我谢晋三魂七在，我给他报仇雪恨。我先谢谢您了啊！我得先去张罗着，回头咱们再说。张三走了，哎呀，谢晋哭了一大包，买来香辣纸麻，回到青莲观这儿跟老道说啊，我写一个牌位，你们给念一念，超度一下。自己在墙角这儿呢，焚化纸钱，痛哭这位为您除害又被责任陷害的知县好一人。哎呀，哭得跟泪人似的，哭可是哭，自己转念一想，这事儿不对，不是光冲着知县来的，这里边肯定有火，而且十有八九这个事儿离不开老贼杨金山。我如果这会儿我要是到县衙门去的话，恐怕中了责任的圈套。不行，我得在暗中把这事儿都要给平的调查清楚，以后好给我的仁兄伸冤除害。我得给他报这个仇，打这儿起心里边就跟老贼算是做上仇了。可是每天呢还得到自摊这儿前去卖字儿。有这么一天呢，
在他这儿一头写东西了，斜着不远，一瞧这墙上贴了一张黄榜，而且两个兵丁跟底下插手，心说黄榜什么意思呢？正琢磨着呢，有两个人过来买字儿，啊，这两个人呢也是跟那儿刚看完黄榜过来，跟这儿挑字儿，细心问两位，黄榜写的什么呀？啊，您瞧，您卖字儿的，您不知自己瞧瞧吗？我是离不开啊，写的什么呀？哦，这个宛平知县那儿上了，皇上出黄榜，招能人破案。哦，皇上出黄榜，招破案的人。对呀，宛平县无头案。哈、啊、哈，皇上说了，要是能抓住了，赏黄金百两。哦，是这么回事儿。好，谢谢两位，来，你们看看字吧。这儿低头看字，可是自己呀、啊，这个眼角不由自主的打量着两个兵丁。瞧这俩人呢、啊，长得浑浊闷愣，挎着腰刀，跟这儿撇着大嘴。一会儿俩人坐底下冲门准儿，一会儿俩人站起来出去溜一圈儿。啊，待会儿这手里拿俩苹果回来啊。心思这俩兵丁怎么这样？看守黄榜这是了不起的事情啊，怎么能简简单单马马虎虎呢？嗯，而且呀、啊，突然就发现，在黄榜不远处有几个人呢、啊，指着黄榜是窃窃私语。这几人穿的衣服都一样，一看就是富贵人家出来的。谢晋心说：“这张黄榜，按说我应该去接，我接了他，我能够给我的仁兄啊报仇雪恨。可是现如今，我恐怕这张黄榜，他这里边有诈，我不能轻易的过来。”嗯，正低着头啊，跟着卖字儿，眼前出现了一个人，抬头一瞧，这人呐、啊，浑身上下是五彩斑斓。穿正打扮，浑身上下十二白，手里拿着一把扇子，卖字儿了。你看我这白吗？我这是李白写的。哦，仁兄，这个有事儿吗？你不认识我吧？我是天下第一才子，我叫王不通啊。我这个王啊，三横一竖，我这个不是王八的王。也不是那个王八蛋的王，我是这个老虎头上的那个王啊！我叫王不通，你喊三爷就行啊！你不用跟我客气啊！你心说哪来这么一货呀、啊？什么事儿 啊？是这样啊，这个我想请你给我写一幅字。哦，写一幅字啊？对，你写北京城王不通是天下第一大才子。写这个啊，对对对对对，他上款写敬赠王不通老先生留念、啊、下款写着你的名字啊，学生谁谁谁啊，敬赠。哦，我打今儿起就是你的学生了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你就这么写就行了啊，这么写。哦，是这样，哪儿写啊？哎，你在这儿写还不行、啊、你跟我啊上对过那边那酒楼上写，在那儿一写完事儿，咱那儿一百次，我收你的工资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这里面有个缘故，我还不能跟你说。我很聪明啊，人家托我的事儿，我不能随便来，我不能告诉你，你就跟我过去吧。完事儿呢，我给你五两银子，你看行不行？啊，谢晋心说这是个疯子。你是打算收我当徒弟？对对对对对对，我看你字儿写的不错啊，好多字我都不认识啊，我准备收你当徒弟。那这样吧，王老师，哎，你说什么事儿？既然我拜你为师啊，你能送我一个见面礼吗？可以啊，你打算要什么？你来看，那墙上有张黄纸，你把它揭下来，送给我。我就是你的学生，这简单呐、啊！你看你就是没有什么学问，那可不是黄纸啊，那个有可能是传说中的黄榜，知道吗？你要要那个简单呐、啊，我去给你借去啊！你等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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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迈步就过去了。来这一瞧，就一个兵丁跟这站着，这俩一个叫吴大，一个叫刘二，吴大跟这站着，正冲嘴呢，啊，那个那个没在。他过来了，伸手要接，嗨，你干嘛呢你？哈，我这个，你睡一着，你睡一着。我接这个黄榜啊，我有徒弟啊，今天拜我为师的啊，
我从来没收过徒弟啊，我这个很高兴，因为我上次我找别人让他们带我，他们打我，今天我收了一个徒弟，他要这张黄纸，啊，我一想也可以啊，他跟我学写字儿，这上个字儿给他当个字帖也是好的嘛，啊，我把这就接下来了啊，你疯了，这是皇榜啊，这我不管什么，我有用，我是王三爷。你怎么？你吃错药了？你怎么回事？你是人吗？你啊？不是，你别闹！你这样，他非拜我，你知道吗？我给你二十两银子，我借了一本，他一会儿拿过去看一眼，写完了，咱们还待着，行吗？我下次再用呢，再给你二十两，你看怎么样？吴大一琢磨，那可得一次一结，知道吗？这个。皇榜很重要的东西，不能随便买。你先给钱，先给钱，还得简单。掏二十两银子递过去，伸手接过来，啊！吴大转过身，拿牙咬着银子，怕是假的。这个王大财子举着皇榜，转身要走。又打旁边，刘二那个看榜的兵丁拿着刀过来了，怎么呢？旁边那有一卖柿子的，挑一大筐，筐搁在地上。他跑那儿撅着屁股那儿喝柿子去了，那柿子不错，刚喝了仨一回头，嗯，好、来花一帽，你这黄榜，这拿着煎饼不错，这可不行，把柿子一扔，把刀抻出来，站住，追上来了，他往前一追呀、王三拱的这个，哎，刘德华，我花钱了啊，我花钱了啊，你别废话，你要撕破一个角，你哪儿都没了，你给我，哎，你别闹。他往后退，这手攥着刀往前逼，退来退去，退到柿子筐这儿了。哎，你别闹，咕咚，左筐里边一筐大柿子，都是买完的熟透了，买柿子的提了，好几十个柿子，全做成样子了。站起来，前面的衣服五彩斑斓，打这后腰一下是黄色的，全是柿子汤。哎，你这个你怎么弄我衣服都脏了。别废话啊，一筐柿子全交代了，那不行，那我不给你。大青哥就摇，都打了一块了，旁边拿银子那位过来，哎，别闹，咱俩分啊，他拿了十两银子，你不两我不两，凑过来，你说这个王不冲不干，我给了二十，买柿子过来了，这钱谁给啊？四个人打一个摇，正乱着呢，在旁边伸过一只手来，把黄榜给我。四人一回头啊，谁呀？谢晋，一瞧谢晋，满脸严肃，给我拿过来，一伸手就给夺回来了，拿手一指王普，大胆的责任他啊！你竟然盗买皇榜，欺君之罪啊！这还欺君呢？哎，我说徒弟，废话，谁是你徒弟？你现如今这脑袋！都是寄存在脖子上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是啊，这么厉害呢啊！还有你们俩，看守皇榜的兵丁，私卖皇榜，灭门九族，知道吗？啊，不，这这么厉害，还真见一下，那也不成。我来问你，看守皇榜的时候，你们是属哪个衙门？我们是九城兵马司。好，你们两人护送着我去九城兵马司。到那之后，我担保你们没事，知道吗？好，我跟您走。正说着呢，又打旁边噔噔噔噔噔过来一个人。哎，您接皇榜了、我跟您说，九城兵马司大人呢，就在这酒楼上边呢，请您去，直接上那儿说话，有国家大事跟您商量。好，几个人迈步就走，口里边走着这位谢晋，捧着皇榜，身后跟着俩兵丁，攥着刀。这手还脱一柿子，后面跟着王通啊，一步三摇，一屁又是汤，几个人往前走，街上没有不看的，大伙都说甭问了，瞧前面这个，这个人啊，这准是四榜的大人，后边这两位啊，肯定是这个护驾的守将啊，后边这是侍应，你看吧，侍应一看就有学问。你看这挂荷花儿，在前后边又跟上一位，谁呀？卖柿子那位，挑着筐，我这怎么办呢？啊，你们都给我得了，我这还剩一筐，那筐怎么办呢？在后边跟着啊，我不管那个，不论见什么大人，也得把这个柿子钱给了我。
就这几个很奇怪的人不上酒楼，一进酒楼掌柜很客气，说大爷您好啊，也不谁给定的啊，打卖字儿就改了大爷了，几人迈步往上走，来到楼梯口这儿迈步进了雅间，雅间很大，一进屋一瞧这屋里没人，刚才带路的那人一进酒楼就找不着了，再瞧王普通左右的喊，哎杨大管家，杨下水，杨大嘴，你在哪儿啊？谢金一听接连答应了，坏，我上了当，是这么回事，是这么回事，他早就发现了谢金跟这儿卖事儿，可是一琢磨这事儿不能轻举妄动啊，我必须暗中设下巧计银魂才能报我的仇，所以说先让王大太子去骗他，把他骗上酒楼来，咱们好拿他。一进酒楼，一楼吃饭的这些个人呢，很多都是杨府的一族，假装成客人跟这儿吃饭。这会儿明白了，可是再走很难了。门外边杨杂子进来了，谢金呐，天堂有路而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投啊！你没想到啊，今天在这儿我们两个人又碰见了啊！摸摸你那脖子，有裂纹了。啊，宛平县县衙以外羞辱我还则罢了，老相爷都让你羞辱了，小子今天你的命啊算到这儿了。这个酒楼啊是楼上楼下所有的兵丁都在一楼，兵丁的意思呢跟着杨杂子咱们一块上呼啦朝把人毁扔，他出去你们都别动，我一个人先上去，我在屋子里边好比是那猫抓老鼠，我得玩够了他，我得骂够了他，损够了他，你们再上去啊，把他们拿过。所以说他自己上来了，他倒霉也倒霉这丈夫了。一回身，把门关好了。哼，喊了吧，这回知道我的厉害了吧？谢金呐，还不赶紧跪下？这会儿跪下求我啊，我给你个痛快的，就别剐你了，来个一刀齐啊，怎么样啊？屋里的气氛很凝固，谢金左右瞧了瞧。这是想不到的事情啊！没想到我被这泽子啊又骗到了酒楼上，我死不足惜呀、啊！可是你们几位可就冤枉了，嗯，两位守神的丁丁，在九城兵马司每月拿不了多少官饷吗？是拿不了啊，一个月连一两银子都拿不了，还是上有老下有小啊！今天跟我吃了这场冤枉官司，我死了你们两位也活不了，知道吗？杀人灭口这个词儿你们俩肯定是听过的，我对不起你，当然了你们俩不算最冤，最冤的是卖柿子倒霉惹谁了，一筐柿子做成浆了，而且你们俩都活不了，他更活不了啊，你想着一个卖柿子的容易吗？啊，早起晚睡，挑着挑进城卖，卖不了多少钱呢？回到家是上有老下有小，你们三个人死太冤枉，惨了！这么想啊，俩兵丁把刀抻出来了，卖柿子的把扁担举起来了，你说咱们打死他们了？你就听我的，我听你的啊！您说吧，拿手一指杨杂子，先捆着他，好嘞！俩兵丁过来，麻肩头拢二背捆上了。啊，卖柿子把扁担抻出来打嘛，现在打嘛，打嘛，先打死他。啊，咱们好商量好商量，有绳子吗？有绳子，不用，我这筐上有，大筐上把绳子摘起来，这头捆捆好了，桌子上有桌布，撕下一块搓一大卷儿，一掐着下巴脖子拧到嘴里边去，呼呼啊呀。再瞧旁边王普通王太子坐着墙角上光剩锅子了，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现如今呢、啊、他是坐在这儿很好的，关键是咱们怎么走，楼梯是出不去，楼下肯定有他安排兵丁，推窗户，推着窗户一瞧啊，嗯，谢金乐了，楼下有一乘小轿，有俩抬轿子的坐在那儿正冲嘴呢，怎么回事？这是杨杂子安排的，我们把人弄好了捆出来扔到轿子里，你就抬回府去啊，等了半天这哥俩困了跟这儿冲嘴儿，谢金瞧了瞧，这是个办法。哎，还有绳子，哎，我师傅捆的啊。
王大孩子都说不出话来了。哦，说好了，嘴里塞上东西，一回头啊，从桌子上拿起茶碗来，顺窗户扔下去，整掉在脑袋上。呵，心说怎么了这是啊？这么使劲呢？啊！再朝上边呢，拿绳子捆着一个人，从上边慢慢顺下来了。就来一条，甭管，逮着了，就是他。要不是他，我挨不了这线儿，是吧？两个人接过人来，咔咔，乒乓，这打了王大孩子一顿，撩个轿帘塞进去，放下轿帘抬起来的快如飞，直奔杨相府。他们就走了。楼上这几个一瞧，行了，咱们能从二楼下去了。可有一劫，这小子怎么办？这杨达子怎么办？俩手兵都不要紧的，捆在椅子上，给扶在椅子上，捆好了。哎呀，这样儿挺可怕呀！啊，看着怪瘆的慌。卖柿子得了，没事，来这，把这筐烂柿子举起来，从头上一浇，呼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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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跟个雪人一样，浑身上下都是柿子，又拿俩大柿子皮，啪，给贴在脸上，让他看不见，坐在那儿跟个猪精似的。你看，又换了那个抹布卷儿，脸上贴俩大柿子皮，从上到下都是柿子酱。三位一瞧，行了，来吧。撕完窗帘，捋好了绳子，又在二楼慢慢慢慢往下顺。几位下去全走了。那阵儿楼房也没有现在高，所以说呢，不会有什么安全问题。带着几个保镖跑了，楼上这个羊杂碎，他要了亲命了，喊也喊不出来，动也动不了。坐在这光剩哼哼了，楼底下喝酒这帮还纳闷呢，怎么还没下来？他说先玩一会儿啊，骂一会儿他们，痛快了之后喊他们，咱们瞧瞧吧，瞧瞧吧啊！聂荼乾隆上来，悄悄一开门，嚯，屋里没人呐，就做妖精啊！你瞧他坐这还不晃脑袋，可了不得！呼啦朝上的人都全进来，不敢往跟前靠。都在远处，这怎么办？这样啊，这怎么办？这说不要紧的，我告诉你，这是妖孽，有办法治。哎，掌柜的，掌柜的，酒楼掌柜的，几位什么事儿？今儿杀猪了是吗？杀猪了，有猪血吗？给接一盆来，快点，我们避避邪。功夫不大，大喇盆猪血拿过来，哗一泼，泼掉一块柿子皮，露一只眼，更深的吗？这怎么？这是妖精啊？这是啊？一回头，地上有一个装酱豆腐的盘子，有一副针子，拿起来啊，哐，整歇脑袋上，劲儿也大点，整个人往后一仰，啪嚓一下子，这回真歇快下来了。哎呦哎呦哎呦！哎，不对，这声音可熟啊，这声音熟啊！赶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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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人过来一瞧，这不是红嘴，这是抹布，撕起来，撕心裂肺的喊呐，呵，缺德了啊！是来呀、啊，来，咱们抬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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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们大管家，咱们去抓贼去，抬着你，你把我从椅子上都解下来了。好、啊，您、啊、这知道还挺诚实的，名誉古今呐，名扬四海。好，前两天，日本给我打一电话，今天火爆，您在日本不来，火爆多大？他们说他那边有一个什么历史教科书要修订，这有问题。您得想请教请教我，什么问题？你给大伙说说。那日本人给我打电话，他怎么说？我可一年没。魏国宋代是否有位伟人，姓武，名曰大郎，后东渡我邦，繁衍生息，教我科学技术，语言文字，人文文长。后娶妻纳妾，生儿育女，对我邦民众身高十斤有显著之改善。请问魏国是否有该人之确切文字记载？我们这是大高个儿，我上哪儿十米六七分钟一小段儿。大约敢以武功大郎，生于我国宋代。此人自幼少林寺学习武艺，曾于景阳冈打死斑斓猛虎，长坂坡前救出幼主阿斗，拳打镇关西，倒拔垂杨柳。温酒斩过华雄，千里走过单骑呀！您说的这是吧？您这不胡扯吗？这个，我就胡说。为什么？我就问这问题，您这么说呀？干嘛跟人胡扯呢？他那日本那地方不是都是锅吗？是不是？来，是的，是的。真牛的，咱就研究这学问呢。是是是，我就我们这研究，这平时，你说咱平时啊，您都知道，说话没有？
咱就不能这么大白话，合适吗？就是知乎者也言哉，我那够混了，这不当我不当人，我们家谁都这么说，那行吗？那也看，我说我那儿子，那刚七岁，过来叫我爸爸，我要尿尿，孩子要尿尿，我过去给你带话，哎，孩子要尿尿，来干嘛呀？咱这文人之家可能叫尿，那应该是我小便，俗小姐，你们家孩子媳妇叫小姐，别吵，上回这俗人嘴不下牙了吗？就我这大文人，我们家可能叫尿，那叫小泉。好好好，爸爸，我这不光有小泉，我这还有来个天皇，你说我家的卫生纸。好，你家卫生纸都在这里。孩子，上礼拜我还去趟金国神社，哟，去那儿干嘛去？这打烊了，我跟你说，上礼拜老家打电话有老事儿，让我回去一趟。哦，你家有事儿，咱俩回去。回家叫我爸，我说爸，哎。我看你家疯了，我这我习惯了这回。咱们家出事儿，让人欺负，然后你说咱们商量商量办。我说怎么回事儿？走，我上领你上咱们家祖坟那看。我还去祖坟看了。我也纳这闷儿，到我们家祖坟，我没事儿，我还一边儿瞧着呢。哎呦，那挺好。我说你看这个，我一看，嚯！咱们说一大庙啊，上我词儿是吧？但见不远处，你也都不会我这山门高处，凡以清幽，当头喝了自分明，两头金刚形是猛，五间大殿，龙鳞瓦舍不成钢，两座僧房，龟背磨砖花嵌凤，前殿数三条鱼凤，后殿数过去未来，中土楼森立，苍天哥巍峨。我就当你念了，你村儿建了一座汉堂，我们村长新修的坟地。哎，现在好像这坟地可不像随便占地乱修，这可是违法的事儿。我爸说，这是村长是新盖好的，您看这一盖，把咱家房产都抢走了。你看咱们家这小坟，现在哪有祖坟？那叫迷信。我听说那村长啊。是他没请人照那晋国神社那里边修的，你俩也够衰的，学什么学这个。我爸说你看这我回头见着你爷爷什么怎么说我跟你怎么招待，你看咱们家这个，你看人那个，这都敢看了。我说咱不能跟他学，那晋国神社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对对对，你这说的对，咱修也不能修这么干。哎，咱修金字塔，哎，咱们家这不，你这都什么思维？怎么你要修一金字塔？后来我一想啊，这修这金字塔不关我们家的事儿，这等于为社会做贡献。您说说，我问你啊，你去旅游吗？旅游，都去哪儿啊？我英雄纪念碑、人民大会堂、故宫、天安门，我去地儿可多。回北京去吗？东去。出了北京大学，元宵也比我还高，还比较红火的，有点好地吗？不，您说十三陵，对，十三陵，十三陵，好。我问你，那明朝要没人修十三陵，你上哪儿看去？你上哪儿看去？你说那秦朝不修兵马俑，你上哪儿看去？那清朝东陵不盖，你去哪儿看去？这都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说到几百年以后。你们家的家乡蓟县，要开发点旅游资源，原址上的那金字塔，找不着地儿，回头找。哎，这儿一景点啊，这金字塔开发的，好吧？你们把这一开发，旁边的先商场、饭店、宾馆，这不都盖经济和搞活，这不都搞活经济吗？你说我们乡亲们，倒票的。存车的、带路的，这不都促进就业吗？这不是您说的几个有一个有照的。你
你说这造福乡亲、事关国民经济的好事，咱也不要干了。你可别不要干，盖一定要盖一个，对吧？好，我要把我大哥商量，把我大哥这都出来反对一下。哎，大哥同意的，明白了。大哥说：“兄弟，我琢磨着，咱不能这么对，咱苏联也是个民族的，资产那是外国的。”我就相信这中国的东西不比外国的差。哎，这倒说的对。我就烦那个啊，什么什么都是外国的，开洋车、吃西餐、染黄毛、您学外语、染耳钉。你说都这，你说自长那二丫怎么着？自长二丫，搞对象，非找一国外的，说中国三亚现在新的。这不前两天不找了一个吗？说是按带出国的，是阿拉伯的，我这都感冒，狗碎的。后来兰说那边还原始社会呢，裤子都不穿。哎，这别说的话。啊，那就咱们下边再说啊。对，裤子他都不穿。嗯，娶十个老，他当地娶十个，天天伺候你。这也够碎的呗。你说咱能干这个活？嘿，大哥也觉得高。嗯，高、我知道那高吗？我说大哥这节目咱不能修那个，咱不修这个来说修什么？咱家叫兵马俑，兵马俑你也敢造？你胆子够大的。哎，咱不能照那原样，咱也得适当的改进。怎么改？我问你，那兵马俑什么东西？兵车马队护送秦始皇的军队宣传台长，手拿兵器，对吗？咱这个不能宣传台长，手拿兵器，那应该怎么着？这都和平年代，嗯，咱们这都得身穿大褂，手拿着杆，俩人一伙，也有仨人，那胖子一人一伙，还有一个别的仨人一伙。你就直接说是说相声就完了吧？这我们家都爱听相声。哦，那怎么着就挖俩大坑？好。一米让埋五百个，中间拉点头的，刻上样，说谁？这边郭德纲、于谦，这边冯小维、马树春。你得小心点，千军两地，千军两地人都让你给埋了，你得找老爷子，你知道吗？怎么了？你也在那个左边那？这里头是什么事儿？这后边是蹲着，人心上楼来是吧？这是啊。算张善德了，开始要修，请人呢，画图纸。好，没事开工。地儿太大了，我领人。场地，这么着急？不着急能行吗？你说这事关国民经济、人民就业，你说我不着急还能行吗？行，不着急，这赶紧先说。这事儿那个啊，去了，领人，施工队叫，开始挖坑。这么早就挖坑了啊？那个我大哥派上你孙桃是砖窑烧这兵马俑。哦，你拿砖窑烧兵马俑，哥也真可以。挖着挖着，这是挖坑呢，啊，坏了，挖坑，挖出东西，又挖出什么来？不知道什么年代，我一个小光棍。哦呦，那就别挖了，你说，等会儿我看一看，挖坑，看有宝没有？哦。有什么宝贝？就看前面这么大一方砖。哦，上写着八个大字。您说说。斗我木者，必遭恶报。害怕了呗？我怕什么？这都封建迷信，咱管他了。你还知道封建迷信？嗨，看里边儿。说气人，什么都没有。哦，什么没有？还是真的？其实能拿宝贝，咱看。哦，您就只见一个。什么东西？砖头啊！什么扔，都是好好扔到最后，底下这么大块砖，上面写四个大字，我这一看，我就想，那一身冷汗，写的是不是见你的意思啊？算你家狠！这会坏，警车了，不知道谁给报警了？你说这谁给整没睡的？一般你看看，行，
谁这边干，谁这边干，就这个，就你啊，跟走，干干，应该得行。你说就这点小事儿把我盖进去，就我关时间呢？对，活该。政府在里边教育我，在里边教育我。不，别说政府这样教育，也应该这样对待，是吧？这不能干啥呢？我也明白到我这原来他不是造福人民，我意思要好好听听行不吧？我明白这原来不是什么好事。对，人家说哎，那个你挖那小人物也没有什么价值，行，你把你放得了，下回需要苏玉就行。我爸接着我，我爷俩往村里走，刚走完道我就看，哦，那经过这儿等孩子，等孩子，对的，我爸说。那村长也得选，那村长得选他的孩子，咱得都抬上，咱敢碰。哦，是，但合计着也得他，开算了。是的，后来一想，该能跳，就甭开了，不开了，换机了。正这时候，村口，我一本家二大爷过来了。哦，二大爷，捂着肚子，小皮裤，一脸难受。我二大爷去哪儿？他我这肚子不好受。我就见到五十多了，吓到我了。我说：“那你该解决啊。”啊，我说：“经过这儿就拉你回去。”啊，感觉经过这儿就该厕所了，你看。